队长汤姆他是迷你世界中最孤独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队长手中握着一把钢枪，他拥有迷你世界中最坚韧的眼神，他手握钢枪保卫了迷你世界中的安全，但他在这里却是最孤独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如果愿意和迷你队长成为好朋友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迷你队长汤姆他操的心实在太多了。你们看，在与迷你宇宙中，他显得有一丝丝的苍老。迷你队长他的全名，但是他做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迷你队长在我们好友列表中的第一个，但是他却只有8个好友。你手机表情包中最伤心的表情就是此时迷你队长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我们看一下。并且我们点击了这个加号，发现官方提示这就是好友的意思。并且我看了一下自己的好友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我的好友是105个好友，这证明我并不孤独，因为有好朋友。并且我看了一下我们粉丝的好友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这位粉丝他的好友是108个，而这一位粉丝他的好友却是109个，而迷你队长只有5个好友，所以他在迷你世界中他最孤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